界 check it out、不变的包装是固执或嚣张，有人说它过时，难怪现在超商都已找不到最纯的古早味，却并不少见在他们那年代如宝贝。那时候每个人都抽，伴随着舞步刷碟，涂鸦都点着头，但现在可能大部分都换了其他牌来抽，而这香味却选了我。老板，我要一包337，能陪我散散心，戴上耳机就这么简单而已。点起一根337，其他鸟事都暂时跟我没有关系。喊着那经典的绿色先点的地给满嘴意味的让他们全部都闭嘴，没有金球，但像直球直接经由你的口腔，经过肺打通你的经络，接着烟圈跟着吐，那是舒服的，不是孤独的，像大家能边围着圈享受韵味，还留在春间，在外面房间陪你过了一整天。喜欢不喜欢见仁见智，抽不习惯这口感太过现实，太重的急喉感，咳到像的禽流感，吵的全部请我换一环，说这货不能当啤酒干。有人抽到吐，急着跑到厕所间，有人抽到满屋都是二手烟，火光一闪一烁围绕着烟头，那味道的缘由就是从这首先。337能陪我散散心，戴上耳机就这么简单而已。点起一根337，其他鸟事都暂时跟我没有关系。老板，我要一包337，能陪我散散心，戴上耳机就这么简单而已。点起一根337，其他鸟事都暂时跟我没有关系。